你们信吗？就为了选装这两个小爬梯，这个猫爬架就比原来贵了小一千。今天又到了一个价值3000块钱的猫爬架。快递小哥现在看到我都不说话了，直接往里搬，估计是心累了。一个猫爬架居然发了3个快递，这下够得我拼了。你们看，这么厚的安装说明，还有一大袋钉子。就为了这两个爬梯，贵了快1000块钱。但是贵也有贵的道理，防护和质量真的做得不错。终于拼好了，你们觉得能值3000块吗？现在物质堆得太满，这个跑步机有点多余，就找个小粉丝送了。毕竟家里还有一台更大的。到目前为止，这个猫房已经花了25000了，你们觉得还差些什么？